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夜夜笙歌。今天我要给大家测评一款 LV 的水桶包。我很喜欢这款包的原因呢，是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是粉红色的，可以看到里面也是粉红色的。而且这款包的有一个好处是它可以防雨，就是在温哥华如此每天下雨的情况下，你也可以背着它出去，也不怕它会淋湿。而且它的价格呢也不是说特别特别的昂贵，在温哥华买要可以买是1900多加币。然后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，就是它非常的能装。这一堆东西呢就是我平时就是每天都会带在身上的一些东西，因为现在秋天嘛，会带一个围巾这样子。然后我就想把它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装在这个包里，应该是可以的。好，这是我的化妆品，我没有化妆包，就是这样，我会把它装在一个塑料袋里。塑料袋里有一些口红、粉饼，还有这个是眼影，还有一些我平时会吃的药，就是酵素什么的。然后我把这些东西就是把它扔在我的包里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还有零钱包、口香糖、车钥匙，一些有没的什么东西。然后我的钱包是一个小钱包，凭家里钥匙，还有我的围巾，卷吧塞进去，非常的能装。看多能装。因为这个包呢它有其实是有两层的，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口袋，带拉锁的口袋。如果你可以你不想就是觉得东西会丢的话，你可以把一些重要的东西啊放在这个口袋里，但是我一般不会放它，因为我不是很喜欢这个拉链拉起来有一点点紧，不是很方便能拉得开，我不方便于我找东西，所以我就都把它扔在两边的这个夹层里。然后这个袋子呢其实是可以就是收紧的，你也可以把它收紧成这样子，也这样也挺好看的，看就是这样。然后你把它背起来，这个包很百搭，可以搭任何的什么风衣啊、大衣啊，你穿运动服穿一些很简便的衣服也可以搭这个包包，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百搭的包，而且它非常的轻。这个包其实没什么重量，就是还挺轻的，觉得挺好看的。然后它这个扣呢是金色的扣，这个也可以拿下来了。然后这个袋子其实也是可以缩短，它这有两个扣，如果你想放长一点，你可以把它稍微的放得长一点，但也就是挺好看的，把它架上去。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包包你嫌它有一点单调的话呢，你可以给它配一个这个 LV 的这个长的丝巾，这个丝巾也挺有用的，你也可以给它绑在头上当头巾用啊，然后绑在脖子上就是当那个其实比如说像空姐戴的那种丝巾什么的，就是这样。但是你也可以把它就是穿在这几个跟这个袋子穿在一起。我当时买的时候是那个 sales 帮我们穿的，我现在手贱把它拽下来我就再也弄不上了。我今天就不给大家演示了，但是你如果把它穿上去跟这个链子穿在一起的话还是挺美的。我喜欢这个颜色，因为它是黑色金色，然后跟我这个包包的金扣儿挺搭的。好啦，今天就是给大家测评这款水桶包，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去买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大家给我点赞，然后关注我，我的频道是夜夜笙歌，拜拜。行吗？非常好。